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冇错啦，寻我哋讲紧一个好重要嘅奥秘，我尝试今日将大家去再拉入去我哋现实里边。呢、这个好重要嘅奥秘就其实系大卫用佢嘅生平去教我哋。其实大卫会幕系咩呢？你有冇谂清楚大卫会幕其实系乜嘢？佢嘅原理系乜嘢？佢嘅原理就系话，大卫见到啲人啊，以色列人啊，佢嘅生平啊，佢嘅日常生活啊，是完全不似大卫日常信仰生活的。你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讲的意思就是大卫要幕其实就是复制大卫日常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而于是乎，这些人一入去在一个礼拜里面的那一个钟，又或者是一年里面的那一个钟，他入去那一个钟，在那一个钟当中，他其实是经历着只不过是大卫会幕，就是大卫自己怎样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的身体去过活的一小部分。而他们就经历到神的同在和真实。明明大卫不是做一样东西去吹谷，他是将自己的生平去复制在这个会幕里面。明明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问你知道，就是圣经里面就是为什么解释这个会幕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没错，换句话讲，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能够去带领雪的聚会之前，或者我以前能够带领一个医治聚会或者恩赐运作聚会之前，这个聚会的诞生呢，只不过是将我自己经历到神的恩膏和同在，和我见到的东西，我摆回在这个聚会当中，让你们去经历，不是让我去经历。我如果没有这种恩膏，我不会能够创立了雪的聚会这种模式出来的。我在这个聚会当中只不过是让你们去经历而已，即是换句话说，大卫其实是亦藉着这个的大卫会幕做一个媒介，去让人们经历大卫生平当中的每日那一小时或者那一天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可以当你人生当中有 A 和 B 的会幕， OK？当你进入主日这个聚会或者主日聚会这个的地方，这个就等于 A 会幕。这个 A 的会幕呢，就是一个的大型的会幕。这个大型的会幕让每一个小会幕进入去的时候呢，都学习呢变成大卫会幕。于是乎，神的恩膏放大啦，神的能力放大啦，或者你进入这个所谓的大型的会幕当中，这个会幕是 A 会幕，再讲一次，是主日聚会。或者这个聚会是敬拜赞美聚会，或者主日聚会，或者甚至是恩赐运作聚会，或者受浸聚会。你入了这个 A 会幕的时候，你这个的会幕仔就会变成大卫会幕。OK？ 好了，问题就是说，你离开这个 A 会幕，你出回这个门口。出了这个门口之后，其实你等于进入了另一个会幕。进入你自己这个 B 会幕。但你有没有让这个 B 会幕变成大卫会幕呢？明白吗？如果你有用这个 B 会幕，就是你现在真的住在里面的这个会幕，是成为一个的大会会幕的话，我想你知道，无论你在聚会当中也好，或者日常生活当中，你都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就好像举个例，弟兄姊妹，在你主日会听这些信息，在你现在听着灾在溪水旁，但是我不是讲紧的时候神被启示嘛。我不是说平时什么都不做，什么启示都没有，我擘大个口就会有嘛。不是啊。没错，我在讲经的时候一样会经历神的恩膏，神额外在分享的时候会给这个恩膏我。但这些启示不是讲经的时候才出现的嘛。是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神一路一路给我，主日的信息又是，家聚的信息又是，或者是栽在溪水旁的信息都是。明白啊？所以我想你知道，就算我们不是回到主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会幕当中。不过你有没有将这个会幕变成大卫会幕呢？如果你想它变成大会幕的话，首先我们就分两部分了。第一就是灯光，就是仍然是回那句，就是说你有没有守洁心清，你有没有在人生当中尽量将你每一次起码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呢，你认真，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懂得播诗歌去听。今天我又问回你了，今日有冇尝试喺听诗歌嘅时候，或者当然唔系周街啦，系咪？
你都要跟埋呢啲嘅诗歌唱啊，有冇啊？吓，咁而第二咧，即系我换句话讲，你喺平时嘅时候使自己守洁心清啊，平时有呢个敬拜赞美嘅心啊，你就发觉就算你啊未达到啊呢一啲牛嘅标准吓，你未达到呢一啲嘅星光嘅级数，但系你发觉你都会放大咗神嘅同在。记住，你越喺信仰上认真咧，这个同在咧放大嘅级数就越惊人嘅。OK。好啦，第二我就问你啦，今日你有冇藉着你日常生活当中，嗱未必系侍奉啊，你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嘅工作啊，面对嘅难题啊，出咗个猪仔，你有冇立志去改佢啊？唔单止立志，你有冇设计一啲嘅生活方式，一啲生活习惯去改咗佢啊？无论嗰个系你嘅大意、你嘅论尽、你嘅愤怒、你嘅不饶恕，又或者你嘅暴躁，或者你讲嘢失言，你有冇设计一啲嘅？小智慧去改咗佢咧，有冇设计一啲嘅习惯去改咗佢咧？有冇将佢编排你人生当中一啲嘅做嘢法去改咗佢咧 ？OK 嗱，如果有嘅话咧，咁你就开始向星光嘅方向奔跑啦。就原来我哋不断去洁净我哋嘅内核，直至到你喺常人喺侍奉上面对更大嘅压力、更多嘅工作、更苛刻嘅条件，而你都能够藉着呢啲嘅事件啊。去雕琢、改正你的内心世界。嗱，记住啊，唔系话挨咗嗰样嘢就算，做过嗰样嘢就算，或者系交到货就算吓。记住，就如我所讲，喺主日都讲过，就系你每一次嘅侍奉，有冇使到你成为一个更善良嘅人、更好嘅人、更爱主嘅人、更加去祝福人嘅人？一个真真正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义人，而不是仍然是一个隐藏在自己面具底下的这个香港人。明白吗？有些人回到教会当中是越来越懂制造个面具。但我想你知道，这些人就算你讲方言只是浪费他的时间。明白吗？因为你不懂得开始慢慢使你白体里面各样的污秽去制服。而当然最难制服的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我又问回另一样东西了。今天你有没有留意，好像昨天我所说，有没有留意你自己说了多少消极的说话？有没有啊？如果没有，那由明天开始继续去做，看看你说了多少消极的说话。记住啊，如果你信了主耐之后，你的消极的说话越来越多，那你千万不要奇怪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方言祷告当中得到更大的能力，为什么神的同在是越来越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放大呢？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作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献上我的心，敬拜上帝，常在你圣所里，我心中得安慰。期待进圣所瞻仰你面，全你列罪人献洗清污秽，愿我紧贴你面前奉献一切，全然献上。虔诚献奉献生活祭，献诗将赞美颂词无限在我心底，我跪拜上帝，将心意力量献奉在祭坛，世间终记挂诗情，诚愿为你舍弃，月白